刚才给我看他的速写本，我也很感慨。包括他捂嘴，当然你肯定打扫过，但是他生前可能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人。做事情认真清晰，然后落实，这才有这个本事给你驾驭这样的话。在西洋现在下面有头像新东方这样能够驾驭真人尺寸的大规模写生，弗洛伊德都画不了这么多人，画不了这么多人，已经几乎没有了，就凤毛麟角已经。